现在到摄影棚了，然后摄影棚在一个很高级的社区里，现在梳着一些短发女明星上小巨蛋以前的发型。OK， 走吧，请进。你现在在变漂亮的过程当中。是啊，而且我今天要拍床、拍被子，然后我花大。只是拍一些性爱戏吗？对，一株还是要很多株，然后有那个光影线感，像这样。应该有了吧？有，然后拍一些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帮沈氏穿一下高跟鞋，合不合他的脚？哎，我可以耶！你就穿给他看。哎，沈，你看，怎么了？哎，站死！哎，你这个人啊，可以说一下你今天是 cosplay 谁吗？我是给他蔡依林的 reference。哎，你知道蔡依林古驰那一套是不是？还没有发现，出来一看那个法式就知道啦。那你觉得有像吗？我自己一到十分，你觉得你今天自己有多像蔡依林？我是不好意思讲啊，很漂亮啊。好，我觉得你这仿妆有八分像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现在要去打工，打一个很神秘的工，负责接待很多贵宾。今天呢，就是我貌似是那个门面担当，好像一直来都是，但今天是更隆重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开一间小店，所以我要以衬衫，文质彬彬的感觉来跟他代位。下班了，我现在要来吃草莓奶油酥，好吃啊，但吐司可以再热一点。直接杀进厨房里面。我现在在吃东西，对，因为好饿。我现在是擅长的女明星，然后怕大家肚子饿，所以进来直接做给大家吃。我现在吃的是你做的蛋沙拉，没错。然后里面是有花生酱的，对，我超爱花生酱，花生酱超爽。可以哦，好好吃哦。我今天要来剪头发，超级期待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剪短。不要被紧张，我看到镜头很紧张。你看到镜头很紧张？嗯。要跟我的长发说再见。来吧。欸、有一些人也是会留这个头、欸、就是旁边第一眼光，然后这边绑起来，然后留一些须须。很光呢。很短很短，谢谢。阿姨真的是一个很没有时间观念的女人呢，很夸张。我现在在阿姨住的饭店楼下等她，我们约7:30吃饭，结果现在几分？25分。25分，然后还在给我直播，给我下来。不守时的杂波郎来了。没有，我很守时。没有人按电梯，没有人按电梯，等一下，没有人按电梯，要刷卡，要刷卡。嗨，你们好。不是，他们有那个。哎、欸，厕所蛮赞的。
今天要去做指甲，不是做指甲，修指甲，因为快要过年了，必须要除旧布新，把旧的、废的、死的这些皮修一修，漂漂亮亮的过一个好年。现在是早上10:30，我跟我的美甲师约11:00，我希望我不会迟到。刚修好指甲，蛮水的吧？我喜欢做这种方方的，看起来指甲比较长。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地方，我要去做脸。然后我做脸都是在 Aesop 的大安店，他们有护肤的课程。这个要回收，要还给你。Okay, 好，到一所大安店，然后接下来要准备进行护肤的疗程。现在在他们里面的浴室，然后这边是给客人来的时候可以先。简单的就是灌洗一下，超漂亮，很喜欢。我每次都会在这间浴室停留超级久。超级亮，超级光滑，而且现在是按下去有那种白喵喵的感觉。要去搭捷运，你怎么会没有悠游卡啊？搞啥啊？我们要去哪？好丑！我们要去哪一站啊？你知道是哪一站吗？我们要去台北桥25。来到三重，妈妈今天要带我们吃什么？今天要带大家吃五等奖猪脚饭，因为上次我们来三重的时候没有吃到，就想说这次来吃吃看。这个肉超饿的，我也是饿到。我们点大份的猪脚，我们四位。我们现在来什么？这是五等奖。Oh my god！ 大家小时候看过五等奖吗？没有啊，你有？你不要跟装好不好？没有，一定要看过。这间是很有名吗？三重超有名，但很多人网络上很多人说环境不佳，但因为我吃小吃没有在乎环境，所以我就觉得环境这点我就不评论了，免得我要被人家评论。好久没吃这种爽货，吃超干净啊。我们要去新开的 Don Quixote 逛逛街。这里这栋大楼很时髦哎，来这里。今天是平日，但在逛的人还是很多。你在干嘛啦？你买那么多要干嘛、啊？脂肪分解酵素，我没有办法抗拒这种字眼。脂肪分解酵素，好可怕！结果回家用喝的，小朋友不要学。你买多少钱？你讲。都是徐子凡拿的。
3000多，我跟杨才买800多哎。你们第一次还不是买了3000多？是买超多的、啊，就是第一次来就是会失心疯。对，失心疯。现在要去我们睡的房间，独立的马桶，哇，有浴缸哎！但这里面是不是有澡堂？有。哦，双人床，它这个洗手台都在外面，蛮喜欢这种设计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男子们泡大众浴汤。期待吗？很期待啊！我是在问观众们期不期待你们两个泡，谁理你们期不期待嘞？刚刚去泡完大众池，非常的喜欢这边的大众池设计，跟日本的三井几乎是如出一辙，就是很素雅，然后长长的长方形的那种大浴池，然后后面有。盥洗的区域，觉得有回到日本的感觉，很棒。今天要吃什么？寿喜烧，日式寿喜烧。好饿哦！不过是妈妈的，跟着家族的。所以你现在这是什么？我喜欢德国麻油，我觉得它的香。韩国啦，德国。啊，我太想姐姐了。好香哦。嗯。真饿。坐等吃饭，好饿。今天是不是还有年糕啊？是的，我已经切好的年糕了，等下爽。终于要好了，超饿哎、欸。现在来炸年糕，大年初一的那个重头戏。要来吃了，超期待！每年就期待这个，步步高升。好吃啊，但就超肥了，要小心。一年一次吃。我觉得我今天大概吃5块好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身体健康，一定要的。你也是，事业蒸蒸日上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！